方远村小学是方圆十几公里唯一的学校，附近几个村庄的孩子都是在这里开始他们的启蒙教育。95名学生，不是清一色的留守儿童。没有父爱，没有母爱，就跟着爷爷奶奶过。国飞想你想妈妈吗？想啊，那你呢？我也想啊。我想让他们快点回来。爸爸妈妈，你今年能回来吗？爸，我可想你了，每天都很想，每时每刻都很想。我一定会好好珍惜。他们在外面赚钱都很辛苦吗？上次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听我爸爸他说还要加夜班，不要说了。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有一点大了，我那时都感冒了，他就背着我去找医生了，很温暖啊。也不敢说，说了他们也伤心，我也伤心，都不好。干脆不说。对。走后哭过吧，好像前些都忍着。2012年回来的时候，我忍住的，没有哭。没有哭，你很坚强，是不是？这个说自己在人前从不流泪的坚强娃娃，就是本期变形记的农村主人公陈炳佑。